落灰新款四联火箭筒，整体是 ABS 材质，长度50厘米，重量1.1公斤，在不打开盖的情况下是无法扣动扳机。按住这里，打开后盖，拉出内筒，拉长之后长度是70厘米，这个拉环是金属的材质。按住这里，打开前盖，这样的状态也是不能扣动扳机，需要把这个前盖固定卡住才可以扣动扳机。档位推到前端是4连发，直接扣扳机就是4发1响。这个炮弹内是有一个绝缘的垫片，我们需要把这个垫片取出，炮弹遇到撞击才会闪光。无需上膛，直接按压到底，就是装填炮弹。档位切换到单发，给大家看一下单发的效果，直接扣扳机。还原的话就是按住这里，失足内筒，按住这里关闭前盖。原厂的背带扣还是金属的材质，配送的有背带和护目镜。